Hello， 大家好，我钟姐，旧摩托群。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鳌峰路上这一条呢，我们久久会来稍微巡一次。但这一间娃娃机店，我们事隔至今真的是有一阵子没有来了，因为之前都会也算是老点哦，都会去打那个巨无霸，那个巨无霸感觉玩起来非常的好玩。但是后续呢，好像就商品就没有更新的比较特别，还是怎么样的，就来可能就找不到一个目标。但这次来呢，我们又寻到了一个在市面上有一个悬疑的点，但是我们也不太清楚，那我们就去那一台看一下，就是这一台。唯独有一个非常让我有疑问的东西，就是这一颗，这一颗是埃及达人，但是通常装在这一颗上面都是悠游卡，然后这一颗是装埃及达人的行动电源，但是不知道这个盒子是专属悠游卡的，还是埃及达人它有什么商品都能放，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是真的是巡台巡到现在第一次看到用这个盒子装那个行动电源，那我们就小试一下吧。但是这一台打起来会有天地的感觉，因为它的你看天地比较窄，然后挡板有一点点高度，所以比较长的东西都比较难过。我还印象上次有一次我们在打这一台那叫什么漂移货车吃到宝夹，对啊，我就打算把那个挤过来，那个挤过去，它应该要补位出。哦，那个好重啊！但是这个娃娃绝对是障碍，非常障碍。好，停了。好，我们就打这边，对不对？起。没吃到，差点。来，放。躺平的。那躺平之后呢？我也不知道，全部都给他躺平。这个要带过去啦，这个再过去。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好像带不太起来，那个超重。其实他那边有一个非常好打的东西，就是漂移货车。这个要起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打得出来。那漂移货车过来应该也好打。那上次为什么会吃饱？是因为漂移货车它是拆开的，然后加上它有天地，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是比较偏中压，所以那个抬起来都过不去。重，哇塞，无限枪位，起，你也可以过吗？起过，哇！再捏少一点，再捏少一点，好。哇！刚刚不是出了吗？全部斜坡。对啊，但这台斜坡是完全没用，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过来啊。这一只在这边就是障碍物了，它把后面的东西全部都 hold 住了。有助攻到了哦，终于。然后这个要带一下，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卡在这里，不然它这些台其实都要用补位的啦，单打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哎呦，它如果能够扭过来，东西带过去，然后打出来一个漂移货车就带下来，中，有，好。定位置了，这个过来，再过来，哦哟，这个这只娃娃真的烦呐！这会补吗？不知道，就是都是娃娃卡到我那个那一爪吃不到，我左右一下好了。你看，我那一爪一直拨到它的袋子。一直顶啊！好，不要，那直接放弃，因为我们刚刚投了，总共投了200整，我们那一个出完货打了200整，从头到尾就在这边勾啊、拨啊、顶啊，你看200完全没动过，就是这个画面。那就算了吧，我们直接去玩下一台。之前玩这台都玩得非常的舒服，可以，
五档。有没有东西可以上去啊？对啊，你看它捏起来这一台相对的舒服很多，因为它都是放着放着。这个总有吧？要开走对不对？嗯，看能不能拨一下，稍微拨一下，然后我这个稍微带下来。弹，挤好挤满了。出货咯，试试看。啊？捏不太动。它要扣到吧？哎，那算了，我直接把这个打掉。你看它的下线长度，真低长。而且插到最底还可以凹，中，那个是不是有机会？这个，秒杀吧。秒杀，那我这个带下来，弹，哎，啊，他如果东西压着，把它拖过来。哦，什么是它？哎呀，直接越过，越过。你说这一个？嗯。好。但是现在也可以另类思考，直接拖下面那一个，要不要？中，来过来。六。哎嘿，这总有了呗。哦，他 hold 住哎，捏少一点，好，这样，等待一个极致宝就对了。六，哎，这下捏的还不错呢。先出去五八。哎。来，这一个去五八，我这要靠他出货。对啊，奇怪了嘞。而且我印象之前我们都有打一个点是外丢，对不对？就右边啊。哦，是啊。哇。三拍中上，起来，这个算双枪吗？三拍，我中，嘿嘿，走了。哦，还服了呢，怎么可以弹到这里来啊？哇，整个又要重拉。虽然这台很好拉，嘿嘿，来了，这总该补位吧？没出至少补位吧？有。这么漂亮的脚，这巨无霸嘞！不怕不怕，来，这个带过来，中，插到底，嘿，嘿，放，你看它都放着。哪有？你刚才巨无霸放进去。哦，巨无霸意外嘛，来了，一、二，放，
有没有之前的外丢感？还好。它里面有放一个漂移货车，哎，超深。哎，它好像没有想要放的意思，哎。有的够薄，重，可以，可以，左右，可以，可以，这个洞太大。对啊，三拍，可以，可以，嗯，啊，这个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带出来好了。起放，你看，其实这台蛮不错玩的。你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台还是不错啦。再逆一次，中。至少我们这袋，你看20块就带出来了，不会拉得非常辛苦。这时候我是直接来这一个，这样，我拖，哎。直接给它吃多一点，过来。之前不是后旁放吗？对啊。后旁这样。嗯，要补位了。来了，极致宝就是你的。还有。哎。够宝吗？我觉得那一下很不错呢，它已经在边边角角了哎。这样很轻。这个哦，应该不重啊，因为它只是一个监视器，监视器的那个重量其实还好。你看现在巨无霸斜坡这么漂亮，在这里，只欠一个拖而已，它只要往这边拖，怎么拖都出。哎，这样，死不出，总该出了吧？接下来呢？我就乖的卡在这。嗯。还是你巨无霸要丢正门？好像也不错。嘿，叫你丢正门，丢出货。他自己丢出来的，哇塞！小黄鸭，哦，这个就中了。这是什么小黄鸭？吸尘器。这个好重啊！哇，这个是不是可以出？第一个宝就好。对。哎，不够宝吗？这啊，它不是很重。哎呀，再一次，再一次。不能捏宽。嗯，宽不行，一定要窄。哎呦，其实现在这边他如果下来这里的话，我就有点尴尬了。中，有一个角，一个角，哎，还是把那个逆过去啊，然后漂移货车出啊，漂移货车啊，你说这一个，对啊，带一下，哎，这样有没有比较好？有比较好，但是漂移货车它非常非常低啊，打起来我会有点小担心。那你先出货吧。欸，先出先出。啊。哇，该来的还是得来。嘿嘿。我丢。
直接搭外丢，哇，这一台还是外丢台。这可以外丢吗？一、二，也是外丢，但是它丢的力道好像没有那么强。这样子，嘿，嘿，这个太四四方吗？对啊，越四方的越尴尬。嘿，嘿，可是他好像一直想要丢过来，对不对？这个角度三拍哦，这样子中。我这个我左右，一、二，你看他欠缺后面欠缺有个东西，不然他应该可以丢过来，还是说把这个先把它丢走？丢去前面，我丢！哎呀，逆这个角度好了，这样子上啊，拿火图啊，跳一货车啊，嗯，好，那我再三拍，嘿，嘿，射，咚，嗯，八，哎，这时候可以丢进去了，可以可以，这个角度应该是丢了进去了。反拍进去了 ，OK， 哇，来了，试丢看看，哇，这个时候就会希望它是把外包的，体积会比较大。一二，这样子中，起我弹，哎哎，哇，后面太空了。对，我逆这个出来好了。那你逆得到吗？不知道。我觉得丢这一台还反而有机会，那个漂移货车真的是不行。哦，出来了。好吧。再逆一下三拍，它只要打到这个低点都是打三拍了。嘿，嘿，弹一下，很好，垃圾桶给它下去。这样回不去了吧？我就不相信你这样子，你这样子插回去试试看。不可能，先出来。挂着。前面那两件都是外套，哎，好像没有比较好。没有这个再过来，会会，扣到，这不行啊！这没办法，这完全不行。哇，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借位可以带了。有了。OK， 然后最后这门我就直接吃下去了，这样子，三爪。
啊，不行，好，拜拜，算了，至少我们最后这一台顺利出就好。虽然这台我们有达到大概300-400多左右，但至少是顺利出货就好。好，那我们就打这样子吧，我们再去玩一下下一台。这一台呢，刚刚它正门有一罐，那我好像是10块钱吧，它自己自杀弹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再小试一下。它的下爪是顺的，至少是顺的，而且爪力有开。重，起，再弹。你看，刚刚就是这样子弹出来的。重，你看有没有？你看前爪。来，这边再拉一罐。而且你看它二收，非常之及时。你看我刚刚如果它有延迟的话，我会抓不到，但是它没有，完全没有延。你看这样子，啪啪就是中。变位，啊？刚刚它是怎样？它为什么当卡住？会会。哇，这下是运气真的差了。起，第一个给你尝甜头。哼，什么甜头？来出给你看。你看，嗨不嗨？哦，刚刚就是这样子自杀的。你看它二收真的很及时，这种感觉就非常之爽。哦，有点到了，有抓到了。你看，那没出来吧？试试弹出来了，来了，包瑞奇。啥鬼？会会弹一下，你看运气真的差。他说弹那边过来的话就好了。来了吧，运气总该来一下了吧？你看他下线长度其实算不错了，再微顿就好了。插到。不错吧？你看这一台，现在这台下线长度很长哎，可以直接从那边拉出来吗？中，还是我啊？我你这个、啊，好，逆一下这个好了。中，哎，有点外丢。对啊，刚刚那一下卡住外丢，再一次。多可爱！来，那我们最后再小拉一下下面的看看。那里太密了啦。对啊。那这一个咧？可以捏着绑过来吗？中。哎。啊，哎，哎。那怎么是两罐？两罐很好，那我就甩这个角度。哟，我拖拖拖。捏甩出来。他的是不是上停太久？他捏起来，哎、欸、哎、欸，要进去哦、啊，不要。哎、欸、哎、欸，好，那我就出给你。他在犹豫。他在犹豫。好，那我们最后就打这一关吧。那我们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好，我们这次夹完了，这次我们总共就夹这样子吧。其实也非常的不错啊，出货感我觉得今天也算是蛮足的，尤其是最后的那个洗衣机，那个真的没话说哦，爽感十足。但是一开始呢，我们是真的很想要尝试打看看这个埃及达人，它里面是装行动电源，但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好奇，这个盒子到底它是专属于悠游卡的盒子，还是它埃及达人的商品都能放，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上网去查，也有查一下，好像也查不到有人装行动电源，几乎都是以悠游卡为主，但是
这个商品就非常非常的特殊，但是我们也没有机会把它打出来了，因为它门神太多了，真的完全没办法带。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去打了那一台我们之前出货感非常足的那一台巨无霸，然后也是出了非常多赛车监视器、巨无霸公仔，还有一些喇叭啊、家电，而且下面那个是除螨机耶，还不错，除螨机蛮好用的。然后最后那个洗衣精不用讲，刚刚就是这么的出货，这么的爽，这么的丝滑。好，那我们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因为我看来看去，你看像这种赛车，除非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自己也喜欢玩遥控类型的，不然这个我送这个好像也还好。我最爱抽的就是喇叭，因为大家男女老少，什么年龄啊，或者是你是怎么样，都会非常喜欢听音乐。你可以听一些抒情的，听一些比较能够促进你的脑袋更清晰的一些轻音乐。那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个喇叭，抽奖送给大家。那这一台的抽奖方法是片尾，大家看一下。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分享、推荐，拜拜。